吉利新款博越谍照实车曝光，配置升级。日前，我们通过相关渠道获得了一组吉利新款博越的实车照片。新车内部代号为 NL-3A， 整体外观造型与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，内饰经过升级，并有望在今年年内上市销售。从实车来看，新款的博越整体外观造型与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，家族化连椅式镀铬格栅设计让该车具有很高的辨识度。车尾方面，新车尾部采用熏黑处理，其他位置则看不出明显的变化。内饰方面，新款的博越整体内饰同样沿用了现款车型的布局风格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该车的中控屏幕采用了全新的无旋钮式设计，屏幕尺寸比现款车型要大一些，整体搭配更显质感。据了解，新款博越在配置上将有所升级，将搭载最新的你好博越语音交互系统，支持 CarPlay， 同时还配有 4G 网络和无线车载 WiFi。